吃小吃的是不是也就是芙蓉街啊？宽厚里啊，宽厚里哦。不过你的别管我了，我那个机器不怕脚。那你呢？这边走。你别交病了。好像有点大似的。哟，牙头，这是那啥呀？衢州啊。谁认识啊？怎么办？梅菜扣肉饼。那南方七八月是梅雨季节吧？他这地方不算南方是吧？对，山东不是南方。肯定啊，山东纯北方啊。啊？就除了东北三省以外，山东肯定是北方的，必须北方嘛，黄河以北。不，他这地方你知道给我什么感觉啊？就挺像南方。就是你要说他是苏州，我也信。我闭着眼睛一睁眼，对对对，也有点那个劲儿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有点江南那个味儿。对，挺鸟语花香那种感觉哈。关键房子都挺老，看看，就挺秀气，这话这种感觉。那是泉城吗？济南。你看，还有点像北京的胡同，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它这个建筑风格到底是啥。因为它还有这个庙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它看起来，你看就跟北京那种还有点古朴的劲儿，肯定没错。你看看，往上就到了，就跟个吃的一溜哪会有吃的。咱们第一站是哪儿？你介绍一下。咱们第一站是，都忘了那名是啥了。啥来着？曲水亭街啊，曲水亭街啊，我刚刚闻到了好像糖醋鲤鱼的味儿，就刚才我就是走神的那一刹那，就是闻到又因为闻到了那个糖醋鲤鱼的味儿，好香啊。它你知道，就是咱们这种小那个小路真的特别舒服。我记得好像是在哪儿？在巴厘岛的时候吧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市中心的时候，咱俩就骑摩托，在那拐来拐去，拐来拐去。刘璇，欧阳刘璇，好吃吗？来一个，嗯，分味吗？啊，分味吗？不是，我的没在，光送的。啊，行，2.5块一个是吗？啊，只剩葱的了，这意思哈。好，我就要葱。我过去了啊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是油旋儿啊，应该是像烧饼似的，是吗？然后圆的，一个旋儿，油旋儿，然后它中间一个是个螺旋进去的，然后是葱味的，因为它精肉的味儿都卖没了。我尝尝啊，不是，我看着就像那个油压饼，千层饼，就是油压饼，是吧？嗯，葱油饼，葱油饼，嗯，没啥特别的是吧？嗯、就是个饼，2.5块一个，我咬一口来，表面更酥一些。你把我想咬的那些全咬掉，我好不容易把酥的咬没了，想咬一下里面软和的地方，它一口全咬掉了，挺好吃。好香，但是没说多好吃。对，然后穿旗袍的美女，但是我觉得都是男的。不是，你说这三个人是男的？对，这三个人是男的。是吗？啊，我很问哈。你看，都男的，是不是？还真是。你走过去，咱走过去，走开，挺有意思。哎，你那东西再给我咬一口。你咬口酥在这个地方。好吃。油条好吃。嗯，有滋味。
但就是一种烧饼的一种形式吧。嗯，就是烧饼。哎呀，这是个基督教堂啊。嗯，这就是好妥了。嗯，等会儿我看看这青花三姐妹，看哪个最妖娆。啊，这水很清啊。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曲水亭街啊。曲水亭街其实是之前呢，就是它是有三间草房，然后那个这三间草房呢就是命名为曲水亭。然后郑板桥呢，之前的时候是在上面有提过几句词，但是郑板桥不是北京人啊，画虾的那个是吗？啊，他是哪儿的人？画竹篮。你看这个画竹篮，哇，好漂亮。继续讲。然后他其实这条这个曲水亭街特别的中外闻名啊，因为它主要是连接大明湖啊、芙蓉街啊，一条特别重要的一个街道，而且它现在就是还依然会保留，就是全城的一个什么呢？就是那种家家有泉，然后户户门口有垂柳的这个景象，都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。哎，你说这个挺重要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垂柳，对，这个垂柳真的很漂亮。在这个湖边，这个是大明湖吗？这不是啊，应该这他哪能这湖有点太小了是吗？这里面有锦鲤，锦鲤不能吃哦。为啥？不好吃呗。要好吃的话，捞一网子。不，你想想，要好吃的话，它现在还能活着吗？有人管呗。这个是荷花，荷花必须是荷花呀，好漂亮的荷花呀。我以为这玩意儿南方才有。它得适合它生长，它就会有啊，就像什么睡莲啥之类的，你家里也能养啊，很漂亮啊。而且现在这个下雨的时候，这个烟雨蒙蒙的感觉，再加上这个垂柳，嗯，非常诗情画意啊。但是我就有撒 UP 主就比较惨一些，他就得举着相机。我惨是机器有点惨。哎，你看这个小桥什么的，这感觉。小桥流水人家是吧？真的很漂亮。你走在这个，这是一会儿到前面看看这个湖叫什么名字。非常短，就这么一个，从这块基本上就能看过去，大概也这地方我估计啊十米直径吧。热的时候你说能热吗？这走在这柳树底下，我估计也能强点。对。但是今年应该是雨水很少，你看现在刚八月份，这个雨，这个柳树好像就有点黄了，可能除了这场暴雨以外，是不是其他的时候降水有点少了？哎，这些小亭子干什么用啊？小亭子应该会有小吃吧，现在没有啊。对对对，卖串的，卖串的，人家一定要卖串吗？团子啥的吧。前面应该就是大明湖畔了，夏雨河。哇，真的是大明湖哎！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吗？哇哇，鸭子！嘎嘎，这是鹅吧，大哥？那个是鸭子。不是，你能分清楚鸭子和鹅吗？大一点的就是鹅，小的就是鸭子吧？再说鸭子没有啊，也有白鸭子，好像是个大头菜，好像。对，他们会有人喂他们。大明湖，哇，我终于来了，我来了大明湖。不，这地儿可真不像北方，我跟你说。你知道我特别有一种什么感觉吗？你可能猜不到我那个感觉。我想在大明湖门口那个石头门前照一张旅游照。照一张相，那我给你照一张。行。看来这个乾隆也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在如此美景之下认识了他那些事儿都是编的吧。不，那你就想啊，那个琼瑶阿姨要是写出这些的话，那她肯定也是觉得这如此美景之下就应该有艳遇。对，乾隆去的地方多了，承德山庄啊，下江南，下一次那个遇见一个美女，下一次遇见美女，而且江南美女多呀。我们走到了这个老舍故居这块，然后但是很遗憾，因为已经过了这个开放时间点了，然后只能在这儿和老舍先生合照一个。其实老舍这个济南呢，是这个老舍的第二故乡，他特别是老舍写的这个
济南的这个四季啊，真的写的特别的。四季啊，我以为他只写过冬天呢，但是他那写的那个，我前两天又拜读了一下，嗯，没看出好。你不一样，你也感受，你在这个里面就是说，你老舍说了，就是如果你在济南的话，就是你唯一错过不能，就是不可能不写的就是济南的山和水，就真的很美。那其实他北京人是吧？对，他其实是在济南待了四年半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改行实际要是说相声吧，也能估计比现在有名可能。哎呀，因为现在下雨嘛，下雨就照什么都灰蒙蒙的，然后照什么也不都不太好看。不是，再拍下去机器就扛不住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领着大家先去吃。我现在都裤子湿呱呱湿。那我UP主实在是太累了，本来的时候还想先逛街，然后再最后吃饭呢，但是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走的，哎呀，因为跟外面的雨也有关系，就是人实在是太疲劳了。我们两个走了，一个UP主兴奋的今天早五点钟就起来了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可能也就在飞机上睡了一小丢丢的时间，剩下的时间一直都在兴奋。然后刚才终于体力透支了，所以我们准备要先补充能量。然后我们在网搜了一个就是不容易踩雷的一家店，就是盐府私房菜，这个是在那个恒隆广场里面，在四楼吧，东翼四楼这边。然后听说应该是很好吃，今天我们要吃的是九转大肠和那个鲍鱼，再加上一会儿咱们红烧海参，不是鲍鱼啊，是海参 ，sorry， 海参是不鲍鱼是海鲜吗，老公？什么东西？鲍鱼是海鲜吗？是啊。啊啊，反正都是海鲜，那不都是他家亲戚吗？嗯。啊，我们去看看。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。对。看一下。进去点去，在这点啊。啊，进去点。啊，进去点。进去点。进去点。这边，然后一千米五的，走吧，有地方吗？对对。腰花就是准备明天吃，九转大肠是今天要吃的，还有秘制。九转大肠多少？78是吧？九转大肠78，然后盐府老坛子是什么呀？盐府炒鸡、黑椒牛肉、铁板紫莲牛肉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六大必点。盐府第一府是什么呀？第一府就是豆腐，豆腐是用那个鸡蛋做的。有两百多块。对。然后这应该有鸡蛋和那淀粉凑成那种一只醋烹虾。对，咱们今天要点，咱们就点这个经典卤菜吧，好不好？那刚刚呢？不，这中间你要加个字吗？few moments later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研究了这个上面的菜，研究了半天，就是始终在纠结。它有十大必点，还有六大必点，就是在凉菜里面有六大必点，还有这个，反正总之就是感觉每一道都是必点的。然后我们还是之前坚持了之前的那个，然后这次呢没点这个葱烧海参，但是因为上面没写必点。对，因为上面并没有写必点。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都点了什么。首先九转大肠，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一定要吃。然后有一个这个盐府第一府，一会儿大家等菜上来大家就知道盐府第一府是什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蜜汁醋烹虾，这个蜜汁醋烹虾我就觉得这个它后面写了一个括号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点。后面写的是金卤金牌菜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上来。对，金卤金牌菜，这个我感觉很高大上。对呀、啊，就哪个别的都没有括号，别的都没有这个小括号，就只有这个就是十大必点，有个金卤金牌菜。我觉得这个你要不点，我就对不起它这个括号，所以说我就点了这个。嗯，然后现在其他的这些应该就够哈，不足我们两个吃了。然后总共是，最贵的菜就是那个九转大肠是78块钱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虾，那个虾是68。我说整个这个几道菜下来呢，一共是3道热菜吧，还有一个是甜品，然后再加上饭，然后下来一共是201块钱，有2块钱是餐位费，嗯。喝的就不点了，喝了他给了这个柠檬水，我刚刚尝了一下这柠檬水，嗯，确实是没有柠檬味的水。
啊，现在已经上来两个了，一个是甜品，这个甜品倍儿烫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盐釜第一釜。我刚刚问了一下，盐釜第一釜就是用这个鸡蛋和豆腐，再加上那个，它这个小的应该是小肉末，我尝一下。但是这个有点，这量是有点少，对吧？这道菜是38块钱，这个量真确实有点。对，就一块豆腐，量有点小、啊。一块豆腐也就那样。我呢特别喜欢吃这种边边角角，我先咬一咬，尝一口，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好像蘑菇。是蘑菇吗？好像是肥肉，肥肉块，肥肉丁啊，就是肥肉丁。我觉得我不会尝错，应该是肥肉丁。再来一口，嗯，确认无疑，肥肉丁。这个豆腐其实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，红烧的感觉啊。嗯嗯。啊，能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日本豆腐的感觉？但日本豆腐应该有这么大块吧？它应该是不是把鸡蛋放在那个豆腐里面，然后再炸的？日本豆腐吃起来是不是糖醋的？不是糖醋的，是咸口的。咸口。咸口。天天地地都幸福，为爱勇敢。